的前面。现在你现在怂了，然后镜头就这样，知道怎么做，把镜头转到后半身，你把手伸出来，你在我前面还是我在你后转？对。在我们的一生当中，也许这世界上的路人有太多，对太多的人有太多话想说，之前的某些人与感情至今已落寞，回头看时自己还是如此寂寞。可那份回忆让我感受到了美好与悲伤，因为再也回不来的其实是那些过往。不管什么原因让我们不再相见，感谢已不在乎他们，让现在的我们相见。 Listen JHLATD， 暗昧我们的名字就是最好的，我们不得不承认。I'm 26 this year. I wanna remember every single memory, every single day at the end of September. Never forget it. 我不仅只是要一张纸。画面每个笑每滴泪每段互相说过的话是争吵是不配，别人走成了今天的我。